们真的是从短袖的长裙到背心的长裙，到现在是短袖的短裙，就知道这块面料就是真的这么好卖，真的很好卖。那一样是棉料的，近看一下它是细坑条面料，没有质感都很好的。那其实我们家的这种面料，它这块面料就很耐穿，然后它是做短裙式的哦，就是非常适合夏天。小只女孩穿都没有问题哦，对，而且重点这个是 S M L 都可以穿，没错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是真的就是单裙子，所以你自己呢就可以搭一个安全裤。如果没有安全裤的话，我官网也有，我们这款真的是卖到不知道几千，下下脚破千件有了吧，这就是很好穿无痕的。好，然后它这个腰的地方呢是整个 L 号都可以穿，弹性真的超好。哇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扣子。真的扣子都可以打开的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它扣子也有质感，是都是做同的面料的那种扣子，然后就整体的感觉很好。然后还有个口袋，那这款是做假两件设计，所以可以看到，对，它这边是粘在一起的，就是很像自己这样穿搭套装的感觉，但它是做粘在一起的，就是穿脱很方便。没错，然后它的腰的地方都弹性，那是说在算是也是高腰的，所以穿起来呢很显瘦，就是可以让你的腰身看起来很好，很瘦。然后正常穿就 OK 了，但如果有些人想要跟斜肩拉也可以，一字拉也可以，多穿的啦。没错，它是多穿的领口，然后再就是你穿怎么穿的话呢，去动它，它其实是很舒服的，不会说很。肩膀那卡住是不能动的，它完全不会。好啊，那就算你动一动活动跑上去的话，变成鞋垫很好看。然后或者是你今天觉得，这感觉就是小心机的一件衣服。对，就正常穿这样也 OK。这个是非常实穿的一件洋装就是一个很简单，然后出门就是想不到穿搭就弄它就可以走了。然后不分身高大家都可以穿的哦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是粉色的，它就是就算粉色的它也都不会透哦，全不会透。对，它是不透面料，好，就是很淡很柔美的那种粉色系，对，有点粉紫的感觉，真的粉棕色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是粉色，让大家看一下。那我要换深蓝色，深蓝色很特别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深蓝，我觉得蓝跟粉就是可以穿出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这一款我觉得它蓝色的话就不会太暗哦，如果做黑色我觉得就太素了。但是深蓝有没有也很质感，很有质感，对，就很衬肤色的。好，然后是一个很简单的剪裁，腰的地方我觉得穿起来是舒适的，因为它是做宽版的松紧带，所以不会太勒。对，就是穿起来不会太勒。然后它是因为有点点小小的微伞裙的设计，然后有点抓皱的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长裤，肚子是很薄，就是它很瘦肚，对。然后它是贴身的，所以穿起来呢，这种的话就会显得大腿很修饰。真的，对，它不是很紧的、很包的那种，这样，所以穿上去也很舒服。然后一样，里面自己比较粗鲁的人呢，就是搭一个安全圈裤就可以了。但是屁股真的看起来也很小，有吗？可以哦。谁在笑？这个屁股看起来很小，而且这款就是真的就是很标准的洋装哦，不会说穿起来就是太短太长。对，就是好像太短，要长不长，要短不短，不会，它就是不会，是洋装，好，所以自己当裙子穿呢就可以了，长度也非常刚好，就是搭一个凉鞋、休闲鞋就可以出门喽。然后领口一样就是随性，你今天该高兴你穿你穿。然后重点还有个口袋哦，哦，这是比较简单的剪裁，对，是不会太过花俏或太复杂的设计。偶尔穿个睡裤真的不错、对，就是很有质感，然后它的剪裁版型都很美，很美，一件式的洋装。